手游酷玩。读后感，这周的作业是阅读，并且要提交一篇读后感。老师，那我们要阅读什么书呢？只要是你们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就可以。哦，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看课外书了。周末，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我，我妈妈真的是吃了太多苦了。她可真是位伟大的科学家呀，真是崇拜呀。这真的是太可怕了，比起这些刑具，我爸揍我真是太轻了，我爸爸真是太善良了。读后感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